面的四位国王逗比玩家，欢乐豆班机游戏视频《使命召唤十六》四人合作模式，行动代号硫磺石。一位走私大亨的火车上已经载着炸弹离开矿场，我们四人小队要杀进火车站，召回火车并将其摧毁。这个行动啊，我玩过很多次，有失败的，有成功的。这一次虽然是匹配的野队，但四个人配合的天衣无缝，如行云流水。我第一次感受到合作模式玩着这么过瘾。我的主武器依然是 KILO141 突击步枪，副武器我丢掉了震爆盾，换成了 Orange 12霰弹枪，致命道具换成了汽油弹。之前拿着震爆盾被无赖战士逼在角落里瑟瑟发抖，有了喷子和汽油弹，哎，我要锤爆无赖战士的狗头。打，集火打直升机。这个地方不能待太久，敌人的迫击炮已经瞄准我们了。现在我们要先渗透到矿场。Incoming light infantry。又倒地了，顶住顶住。Reloading. Off your ass, get a move on. Go! I've been hit! Marks, hit him now.有一个队友已经率先到达矿场，我们要害入第一个交换器。如果你匹配的队友不懂配合，就是那种贪生怕死，各玩各的，那么第一个交换器都很难害入。为什么呢？那个交换器的位置比较暴露，四周敌人非常密集，还有几个无赖战士，单独一个人去上传病毒，分分钟就会被打成马蜂窝。并且上传病毒的时候，队友必须蹲守在交换机旁边，一离开啊，就会上传终止。这就好比瓮中捉鳖，队友就是那只鳖，所以我要速去支援一波。来，全自动哨兵机枪，该。你上场了，看到没，那只鳖倒地了。没有队友掩护，我不敢救，我只好使用了团队复活技。这技能冷却时间很长，不到万不得已啊，是不会用的。再就好办了，队友部署了一个手榴弹补给箱，一来有我的哨兵机枪清理步兵，二来我给交换器那里投掷烟雾弹。好了，准备骇入第二个交换器。哎呀，无赖战士上场，汽油弹收，掏出喷子。轻松搞定，哎，我终于扬眉吐气了，捡起他的加特林。Incoming, light infantry. Reloading.
Engaging unit B array into its chapter.再坚持一会儿。Moving down. Occupy final target now.还有第三个交换器，这个地方呀也不太好守，并且这个地方的敌人升级了，有人肉炸弹，还有特种兵级别的敌人，所以我决定使用无畏战士大杀器。来吧，小兔崽子们！现在就靠烟雾弹掩护了。Got a reload. Incoming, light infantry.Nice, 齐心合力入侵成功。Target marked. Hit him now.这敌人火力不能救，救人必死。过来，兄弟。Off your ass, get a move on. 又倒一个。For you.一
大波火力终于被我们消灭，现在要前往火车控制室，需要用三把钥匙才能操控控制室设备，而这三把钥匙分别有三个无赖战士拿着。我的喷子又可以发力了，不要和他硬刚，秦王绕柱砍死他。 Fucking day。第一把钥匙到手，队友也拿到一把，还剩最后一把，交给我。钥匙拿齐，呼叫火车进入矿场。哎，哥们儿，我看到你的牙齿了。Arm 4, the train is moving to the loading platform now. 现在有两个任务，一是等待火车抵达，二是操控敌人的直升机炮手。有个队友已经操控上了，那我就端着加特林给他做掩护。You're clear to break the explosive. Get out of the way. 火车来了，安装挂了一个队友，有点可惜啊！准备撤离。哎，那个队友又回来了。设置天钩。Don't get left behind, Arm 4. You need to hook up. 兄弟们，任务完成，准备撤退。太帅了吧。Arm 4, objective destroyed. We've crippled El Traficante's operations. Well done.